YouTub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RNG 电子竞技俱乐部的选手 UZI， 这里是我个人的官方频道。我又来了，哥几个。第一波血统就在眼前。哎，这不是那个科技怪吗，兄弟们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装一下，兄弟们，他那个上盘可能太残忍了，对面。一级直接两个人冲我脸上打，他们这个组合一级打我们是打不过的，现在我吓他们一下，他们那个对吧，那个两级一级的时候就应该稍微怂一点了，对吧，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先装一下啊，兄弟们，假装我要打给队友看，然后把所有人套路一波。全军出击，这里等下过去点个眼能知道他们一级有没有给眼。哎，走走走，一起可以一起进去。哦，这儿有远了。哎，勾勾勾，学勾 ，nice， 中，射他射他射他 ，nice， 闪，给我闪 ，nice， 哇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老铁送的一个一拳，么么哒，新年大礼，谢谢谢谢，贡献贡献，会不会贡献？哥们不会，我是细节贡献，完蛋，哎还行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治疗用，这两个兵他是必用。哎，藏住！哎，你的科技已经被我了解了，我也是来自未来哦，已经把你的科技猜透了。吃兵吃兵都是你的，多吃一点，再 A 两下，再 A 两下，往前一走，哎，他想 Q 我。这个人怎么昨天？这是刚刚那个什么意思啊？兄弟，你又开始了，鸡神，鸡神神，鸡鸡神，鸡神神神，不是那个什么鸡神，这个勾不勾辅助，你去勾 AD， 别在搞科技。兄弟们，夸一下，点一下赞啊，这波影响很大，还好我们猪猪来了。他这不勾辅助把辅助秒了，我那个我也肯定要闪现过来秀我们的，然后我闪拉开他直接把 AD ace 剧本都已经想好了，但是我们的演员没就位。还行，这样子的话这边下路会很痛苦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个中野啊，中路直接打野杀，嘿嘿，打野直接帮下路双杀，嘿嘿，太爽了，中野美滋滋的，兄弟们，应该能网到，我觉得是，或者只能勾到。那个控线啊，把远程兵 A 掉一个到两个是最好的，那个近战兵攻击力低又肉，所以说控线是最佳的选择。你看我这个细节就线会控在这儿，这个人就急了，着急了，然后吃我一个 W， 吃了，
急了，我也急了，我也已经上火了。Double Q and Triple Q， 多少 Q？ W 给一个视野，没有给。不谢谢，不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老板大气，谢谢老板送了六只小兵。老板你要越他吗？老板？老板？这里是百分之百没眼，他怎么都不会抽到这里。哎，没抽，没看到我。自豪就是这么写，就是看不到我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发信号，那个发信号，没有闪现，闪现一开个大招 ，Q 一下，然后按个 W。哎，我怎么唱歌这么有天赋啊？刚刚那首歌太好听了吧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不奇怪的 W 意思。对面难受了呀，两级被掏一下就痛苦了呀，估到了哦，没有，我想太多，哒哩哒哩哒，来这里保护我一下好不好？死了，哎呀，这波能操作，这波有点可惜，没关系，影响不大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刚刚那个狮子狗没有死啊！哈喽 ，baby 要抱抱，我要和你抱一抱，你要去哪里呢呢呢？把你抱一抱抱，再给我一分钟。但是他的火车还是吃掉我。我会走位，哎，哎呦不错哎呀，他没灯笼了呀，难受啊！哎呦，他灯笼乱丢了，可惜啊！我操，这车他抢了！回一下，回一下，没什么难了。我还觉得辅助兄弟太鸡儿肥了。羊刀出完，我这盘买个魔抗吧，买个
魔抗，这边先买个魔抗，对面一二三三个，三个对，三个，三个都是魔抗怪，保个魔抗他们应该很痛。炼金起跑加闪，哇，太讨厌了！如果勾到就完美，不过这种勾太难了。哦，说实话不太好打，对面的这个中辅助一直破，啊，那个吸血鬼还被逮了。他打那个应该是打不过了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，里面吸血鬼打不过。虚空里的标记。这里有个眼，完全没有视野，有针眼吗？不是扫描，刚刚他们打小龙我还真有机会投，没事，这波不错不错，哎呦还不错，2100，这波回去就一定要搞个这个，提升装备档次。这是40几块钱吧。等一会儿，我还要认真一点，我觉得，但不能有一个十，对面应该没这么潇洒吧？敢往前走一点。
样的。我们这两个中野太猛了，我就玩的很想赢，感觉他们俩是一个组合。这个fuck 你个逼的，我的妈，如果没有这个我应该可以。别呀，哎呦，我们去打大龙，你在做事吗？太难。血条消失是什么？我没看见我。我们这波打大龙肯定是高地啊，低点才行。后面啊，我一遇到这种三件套的吸血鬼啊，就是一个字，死，没有什么操作空间。啊，这个人应该能一打三啊，跳是不是有点骚？是我直接正脸突上去了，不管，就是不管。杀你，不杀你！哎呦，这波漂亮啊！这盘大家打的都还挺好，就都做了该做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们玩的很顺畅，没有那么的难受。对面的那个中路就不是特别的顺畅。有效果了。开我们的好机会，但是他们也没抓住。
没有见过铁男把人框进去以后，铁男站在边上等着这个大消失的吗？你见过吗？啊，刚刚那个铁男好像是这样的吧，有点惨，他直接站到边上也出不去。伤还是要无尽，因为无尽伤害其实差挺多。 Nice 哦，帮我点个订阅吧。